永乐座，这座已经被淹没在时间长河里的历史坐标，早已被人们所遗忘。然而却在一条小巷子里，永乐座却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了下来，传承着过往的记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开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永乐座，然后不知道它是一个以前曾经是台北市最大的戏院。那我为什么会用这个名字命名，是因为说它已经消失了。一个消失的地景，然后曾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该讲说当时的戏院，你可以想象，而且它其实是蒋渭水的大重葬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曾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就娱乐场所、文化场所，可是消失不见了。然后，而对于石店长来说，复合式的经营模式固然带来了更多的人流量，但是同样的，当一家书店的定位变得多元起来，能否继续保持书店的初衷，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题。其实买唱片的人跟买书的人中间有一些人是重叠，又喜欢买书又喜欢买唱片，可是我发现这里头也有一种是互斥，就是其他不是互斥，就是他只买唱片，他只买唱片，他其实就不会买书。因为你知道有些喜欢听音乐的人比较直觉，比较疯，那有些比较书呆子型人，其实刚好跟这些人是抵触的。而真正热衷于唱片的张哲修店长，从小便喜欢唱片行，更是将儿时的欢喜带入了成人的现实。我们那个年代，特别是90年代，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逛唱片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说是生活也好，娱乐也好，几乎它就是我们那个世代里面的话是一件很自然而且很重要的事情的。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是说长大想要开一间唱片行，它其实就变成你的梦想或者目标或者理想。那其实过了20几年以下来，这个想法一直都没有变过，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或者说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要实现而已。其实没那么励志啦，你说辛苦也很辛苦啊，那就是说不想要后悔，不想要留下遗憾啊。也不是说等到可能再过10年，再过20年，我还在跟我朋友跟我家人，那时候我可能有小孩，跟他说以前我有过这样子的梦想，只是因为怎么样的原因我没有去做，那都是嘴炮，我都流于那个东西，就是不想要后悔，不想要留下遗憾。如张店长所说，创造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需要的并不是多崇高的理想或者目标，最简单的热爱往往才能够让人坚持。